离婚吧。好啊，只要你能靠自己在外面活一个月，我就签。你浑身上下、吃的喝的、穿的用的都是我买的，凭什么带走？够了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 我也能活下去。什么破店啊！哑巴还当什么服务员？不好意思，他新来的。对不起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送我们的新裙子，恭喜你逃离他的魔爪。谢谢。这种地摊货，你穿出去也不怕给持续丢脸呢。还给我！所雨桐，你跟着裙子一样，根本配不上持续。你别太过分。给微微道歉。我不会跟这种人道歉。看来你是不想要这家店了。 要么你亲口跟我道歉，要么跪下来求我。你明知道雨桐不能开口说话，你就这么讨厌我？可可以放过店长。你现在是你什么身份跟我谈条件？我不知道，他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可你身边却有很多人。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石总都准备好了。你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人，等我回来。 如果我是你最重要的人，怎么会连我生日都忘记？哑巴过生日啊！要不要哥哥给你唱个生日歌啊？给我滚！周总，别怕。 我可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你要好好对她。阿姨，您放心吧。<笑>有人花钱让我好好伺候你，哑巴还知道打电话求救呢。外面坐的是我妈和股东元老呢，你可要好好表现。 小哑巴，让哥来疼疼你。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感谢各位参加今晚的家宴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：4年前，我的亲生父母意外去世而造成这一切的凶手，就在现场。师兄，你不是要跟大家公布我们的喜事吗？为了收集证据。 我对你容忍再三，就是为了今天。喜欢这份大礼吗？诗旭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在牢里度过下半辈子吧。我一定会喜欢这个生日礼物，雨桐。怀孕。 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孩子的爸爸呢？我在。爸爸。乐乐，你认错人了，跟你在这儿。可是他和妈妈设计的爸爸一模一样。乐乐，别乱说。雨桐，跟我回家吧。自从你5年前选择那个女人开始，你们就没关系了。 我们走。把这些都给我扔！臭哑巴，你都欠了3个月房租还不还？给我砸！住手！这家店已经被我买下了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滚。爷爷，爸爸来接我们了。以后这家店就是你的，但你跟乐乐得跟我回家。你别以为用钱就能。讨厌！我终于有爸爸和妈妈了。
好大的房子呀！妈妈，以后我们可以住在这里吗？耶！我会答应，是因为乐乐，我们之间已经没可能了。刚刚的话我就当没听见，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雨桐呢？叶先生，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，你也不忍心打扰乐乐吧？那你记得把花给雨桐，一定要给他。是你干的？你就这么在意叶琪？这是我为客户准备的花材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。雨桐，请问是乐乐家长吗？我是乐乐的爸爸。过几天学校有亲子歌唱比赛，乐乐妈会参加吗？会的。我怎么唱？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会请音乐老师来帮忙。你只要在台下和我给儿子加油就行。雨桐，给我个机会。我们乐乐一定能拿第一。迟总，不好了，音乐老师今天来不了了。什么？夫人又不能。不许你说我妈妈。妈妈，我们不参加了，我们走。没怕，肯定在。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小水，宠爱飞，宠爱飞，你在四野谁？本次歌唱比赛的冠军是三年二班的苏乐乐。我是第一名。哦，谢谢你让我能和乐乐一起唱歌。说好的亲子活动没你怎么行，吉他可是你的强项。爸爸呢？雨桐，以后我不会再限制你的自由了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扔掉妈妈的花？爸爸本来是想保护妈妈，可我们老师说过，保护花的方式从来都不是阻止它盛开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过敏了，我去给你买药。如果真的爱雨桐，就应该尊重他的所有选择。雨桐一定会选择我。雨桐，跟我走。在改变这一切，没有你的世界要温柔，在思想的香气，温柔的保护花的方式从来都不是阻止它盛开。在你身边我只是其他的，但在他身边我能做自己。